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游戏人生玩家 AYA 阿雅子子。垦丁除了是吃生鱼片的好地方，也是放松心情的好地方哦。哟呼，没错，我们今天来到了马场，相信这是女神梦寐以求的活动吧。是帅气的白马王子来拯救公主，还是小时候旋转木马做太多了，没有勇气告诉妈妈，我其实想要骑的是真马，还是吃太多小骑士的炸鸡呢？或是你是不是古装剧看太多恰恰恰的那个画面了呢？让我们红尘作伴，活得潇潇洒洒。就让我们马上出发 ，Let's go！ 其实，在台湾也有不少马场可以入场体验哦。这次来到了屏东垦丁，这家是全台唯一溯溪野外骑马路线，专业教学，让你立马上手。Hello， 大家，我是游戏人生玩家阿雅，江湖在走，垦丁有我。我们现在来到了悠活的马场，然后要来体验骑马的部分，然后这是我第一次骑马，这里是不是你第一次骑马？是，这是我第一次骑。然后这边的马场的马都很开心的感觉，你看，他们刚刚还玩成一片。对啊，那今天要来体验一下骑马的人生。那时候我们都需要写这个安全守则，那可能要麻烦帮我看一下，然后记得要签名哦。最后一点很重要，就是失控的时候，就是抓紧那个绳。脚的跳，对，你会吓到马，发出那个呜的声音，哦，很重要，对，我们骑马的时候不要吓到马，然后这边会有一个需要大家写的一个就是骑马的游戏规则，大家要遵守。然后我刚刚就是一下车看到那个马，它是比较小的马，是，然后我就问他说，他们这么小，我可以骑吗？我体重比较重。不会啦，不会。你看到那个小马，应该是还没长大的小马，对吧？对，应该不是骑小马，不是，你是骑这个阿雅，现在在那个对面的那些。Okay, 对， okay. 你看到那个应该是 baby， 就是 baby, 他还是在成长阶段的。对，那我以我的体重跟体型适合，你们会分配骑几公斤的马这样？对。应该讲说，我们每一个马的适合的，就是重量或者是人，其实每只马可以承受的力量都不一样。好 ，OK， 好期待哦！第一次骑马，之前只有牵过马，在那个小港机场的那种农场牵马拍照。这个是类似要穿马靴，对不对？哦，这是保护你的双腿，因为到时候要让马走，是要用你后脚跟去骑马，给它摩擦久，怕你脚不舒服。白色的话，再好。那就好了，好出发。耶！那方便先帮你拍张合照哦。好。好，那这边骑。那我们走。如果想让你的马走的话，第一个就是手往前伸，等于说刹车放松，之后用后脚跟，双脚同时一起去踢马的步子。踢的力道可以稍微大力一点，太温柔了，干嘛不会理你？他只会说，这个人好好哦，在帮我马杀鸡。下一秒，这个带你去吃草了。对，那再遇到马吃草，不要紧张。如果马吃左边的草，你就拉右手回来就可以了。好，对，他叫春天。下一秒会是骑这两只，对，都可以摸摸它。看来我是骑这只吧？看起来。好，再是教练判断哦。他同学，他的名字。嗨，春天，没事的，赶苍蝇，对，赶苍蝇的，他喜欢踩奶哦，他可以磨蹭，因为他踩奶的，对，他踩奶，小心的头不要撞到，还蛮痛的哦，对，他想踩奶，对，他想踩奶 ，Hello， 春天。第一次骑马真的有够喘，本来想说拍拍照就结束了，结果完全爱上骑马活动。好可爱。
春天。坐好。先出来喽。先坐好。再坐啦。好紧张哦。这样好高哦。这次体验最大的感受是，他们真的很用心照顾我们。对于第一次骑马的我来说，最感动的就是我们的马都很听话，还有教练安心的在旁边陪伴我们。还有让我比较惊喜的是，骑马在草原和赤松溪旁边，感觉特别亲近大自然。但是相信不久的将来，我一定还会去其他马场骑骑马。可惜这次天气不好，台风天刚过，天气不佳，只好等下一次再来挑战溯溪行程咯。人生是旷野，不是轨道，没有偏离，走在不同的路也能看到不同的风景。骑着马的同时，有一些领悟想分享给读者们。一开始骑马有点紧张，好在教练很细心，在我安稳的能跟马相处后，他才脱手让我慢慢自己骑。当然骑马一定要拍帅气的照片啦，真的拍出大片，视觉满满呢。体验牛仔的真实生活是什么呢？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一次来马场的经验，觉得实在是太好玩了。对于胆子大的我来说，在飞奔的感觉很快乐。来，脚等一下帮我踢下去哦。等一下，可以吗？看起来很酷，没有错。但会遇到很多突发的状况。总之，非常开心能体验这次的骑马，也学到了关于马的一切小知识，了解了马场的运作，收获不少。此时有点疯的读者们，还有什么还没体验的？我希望鼓励更多女孩子们勇敢起来，做自己想做的。我们体验完骑马人生，回程再去吃海鲜，吃到爽，这才是人生呀！耶、hey, ，我们来吃了生鱼片，真香！这样子，20片，200块，但都是文鱼的，就是鲑鱼比较少，我喜欢鲑鱼，我也喜欢鲑鱼多的，可能因为鲑鱼比较贵，对它贵，对啊。一样生意很好，嗯，刚刚很新鲜，来肯定真的就是要吃爆腐鱼片，嗯，然后瓦萨里就是要沾满，然后就很像，很像就洗脑，我们这样子两个人叫了1000块，是我觉得比我预想还要贵，因为这个200块很便宜耶，没有，因为我们叫了。我们现在叫到身价比较高的，嗯，我们这红梅，然后一个蔬菜150，水莲150，然后红梅是1斤400块，还有叫什么？还有那个炸的那个鱼块，好像350。然后你本来想吃生蚝，可是他们这边蛮特别的，他的生蚝是不吃生的，他会把它煮熟。对啊，我喜欢吃那种刚煮刚管生的。这个我有什么好吃？哪一个推荐的？咸蛋当然好吃啊！鸡蛋，可以吃。咸蛋，总共要买，你说10个？9个。你是泡个？啊，这个呢？珍珠皮蛋。这边有6个。啊，为什么珍珠皮蛋比较不一样？这个是很好吃的。哦，好，老板好，好老实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我想说，我昨天骗了小 B。对啊，我们在买乐乐。对，不行，你不能骗猫，猫会记仇哦。这看起来也好好吃哦，我觉得这罐头的客人看起来都很好吃。看过这个，我比较好喂它。对，它会一直找你。对。嗯，这个看起来也好好
西哦。我买一个这个再给乐乐好了。最爱喝山楂乌龙，你的山楂乌龙，然后这位不敢喝山楂乌龙，我不敢喝吃山楂。可以，谢谢。